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棋子艺术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女子棋手的对局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要想把这个棋子掌握好啊，就是说不光要精准的计算，还要有呢良好的这个大局观啊。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这个金国也不让须眉啊。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我国啊著名的这个年轻的女棋手王晨昕，在这个第四届啊黄龙寺双灯杯世界擂台赛中，这个主将决战中的一盘这个精彩的表现。那么对手呢是韩国队的这个主将朴智恩啊。朴智恩可以说曾经是这个女子世界棋坛有一阵子啊是第一人。那么现在的局面呢，就是朴智恩执黑先行，那么左下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劫啊，比较这个复杂的劫，这个双方呢都不肯轻易退让。那么现在作为这个黑棋来说呢，朴智恩走的呢是飞。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或者说是应该说是有些这个挺有趣的啊，就是说在这个棋盘上，就是每个棋手都有不同的风格，但是相对来说呢，男棋手啊的风格是非常的这个多样化啊，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而反过来呢，这个女棋手啊，就是相对来说呢，这个好战的呢，就是更加的多啊，更加的多一些。这个就是说喜欢战斗的女棋手是非常的这个多。这个具体的原因呢我们也不太清楚啊，这个具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那么这一手飞呢就显示出这个朴智恩啊或者女棋手好战的这个风格。其实如果从稳健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个黑棋呢就是尖顶一个手脚也不是不可啊。你长的话呢，黑棋就老老实实补一手啊，这个也不是不可，这个呢是一个稳健的下法。那么飞呢是一个激烈的下法啊。这时候呢白棋呢当然也不肯啊这个爬回去，但如果这个爬回去的话呢，这个黑棋呢是非常的这个满意的啊。这样白棋整体呢被压低啊，压低的话呢，黑棋这个头呢也比较颤。这样呢黑棋是可以满意的，那么白棋呢势必呢要反击，那么冲断，这时候呢双方自然就进入了这个一场这个厮杀啊。黑棋啊接下来贴，普通一点的常用的招法呢是退啊，是退，但是在现在目前这里啊有一颗子的情况下呢，这个不成立啊，因为白棋呢可以强行呢压住。如果你退的话呢，这个压住这个头呢已经是出不去了啊，出不去了。那么扳呢也不能扳啊，扳被断了，这个针子呢正好不利啊，这里这两个子呢起到了这个引针作用，这个黑棋也不行。所以黑棋这时候呢只能呢采取贴的这个手段啊，然后白棋扳二子头是必然的啊，黑棋呢跳啊，这个跳是正常，这个时候黑棋不能随便扳啊，如果随便扳呢基本上呢就把白棋给送活了，白棋可以虎打吃呢我就粘上，你还是得补这个啊，补这个断点，那么呢白棋局部一小尖就已经脚上呢就已经进活了，那么活了以后黑棋被白棋从中呢断成两块，这个黑棋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黑棋不能随手扳，要跳这个，那么白棋藏一下，黑棋拴啊，黑棋拴，这时候呢白棋呢压住啊，
白棋呢在这里呢，这个思路呢还是比较清楚，就是说先不管脚上的死活啊，这个先把你这个外面给封住再说啊，封住以后呢，先确保这个外围的利用，而且外围厚了以后呢，以后有机会呢还可以攻击这块黑棋啊，这个里面的死活呢暂时呢先不管。那么这个呢压住以后呢，黑棋势必就要跟白棋呢来对杀。那么对杀呢，这个断啊是常用手筋啊做大头鬼，白棋叫吃，黑棋立。这个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常用的这个对杀的手段啊。白棋当然不能去吃啊，这个吃就明显上当了。黑棋通过弃子啊，这个吃大头鬼呢，然后这个白棋呢气不够啊，白棋气不够。但这么简单的错误啊，肯定不会犯的。那么立的时候呢，白棋就粘上，黑棋呢吃掉，白棋打啊。白棋在这呢，并不是说非要这个做活啊，并不是说非要做活，而是呢，就是说呢，想在这里这个把气藏出来啊，利用这个气藏出来以后呢，我在外围呢多一些这个借用。多一些借用，它是现在是跳了一个啊，这个也是一样的，然后挡住，粘上，把这个气呢先给藏出来啊，先给藏出来。不过这个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次序啊有误啊，这个白棋的这个次序有误，白棋应该呢还是应该先挡，等黑棋立呢，这个白棋再挡住，这样呢就还原成实战了。啊，黑棋当然不能搬粘，因为搬粘这个打吃士先手，白棋直接呢就活了。啊，这个黑棋也是立，白棋挡，这样呢就是说呢，做成一个比较这个，眼位呢稍微大一些，气比较长。而跳一个呢，实际上呢是有漏洞的啊。这时候，可惜黑棋没有抓住，黑棋这时候应该直接冲断。啊，这样呢，白棋的气呢。就比较短，在立啊，这个和这个立的手法呢是一样的，然后再拐这个，这样也有点像这个秤砣啊。这个白棋气比较短，白棋这时候打不着了，注意啊，打这个的时候打不到了，黑棋可以吃在这。这是呢，双方的一个小小的失误。那么挡的话呢，一张啊，这个就还原了。白棋呢显然呢是在这个弃子啊，显然是在这个弃角，然后呢从外面这个包围黑棋。那么黑棋这时候呢就走得有点这个动摇了啊，这个黑棋有点没看清。其实呢这时候呢黑棋呢可能呢局后来看啊，可能干脆呢直接开始杀算了啊，直接杀。那么这样杀的话呢是收气的手筋，那么白棋挡住。啊，黑棋就爬，白棋呢，想藏气呢，就得走这个啊，这样呢，这个气呢，是确实是非常长，然后黑棋再怎么办，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实际上，黑棋一看呢，白棋气比较长啊，暂时呢，有点不敢杀这个白棋啊，他想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找个这个。平淡一点的招法啊，因为这个外面呢，不走的话呢，这个以后这个冲士先手的话，这一飞啊，白棋从这边呢是肯定可以呢，收紧黑棋的啊，所以黑棋呢先提一个啊，看看白棋的态度，白棋呢弯一下啊，这时候黑棋呢，如果来杀，那么白棋可能就从这外面啊，怎么收气这个，不知道。或者呢是点在这里带，或者呢就直接从外面收起，也有可能呢白棋就暂时不走，保留种种先手呢抢先来攻击这一块。这个局面呢依然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因为这里呢还有一个劫，而作为劫材来说呢又明显是这个白棋有利，这样呢局面还是非常的复杂。黑棋一看呢没敢呢暂时没敢下手啊，他想呢还是选择一个平淡一点，黑棋选择了呢逃跑。
走这个，然后呢退啊，退。朴真呢想呢避开这个战斗啊，想算了，那么他想呢给你这个脚给你活算了啊，那么我在外面再连走两手，或者搬出来，或者就飞一个啊，这样呢你虽然活了脚这个是也不大，但是我能把这里补好了以后呢，你这个外围呢也不是很厚实。这是呢黑棋的这个想法，但是王承兴啊在这里下的是非常的这个坚决啊，态度非常坚决，这块棋他就打定主意啊要弃掉，不能让你呢外面呢走得太轻松，所以跳啊继续呢追击这个黑棋。那么黑棋先冲两下啊，这个这也是为了联络，然后贴住啊，贴住的时候呢这个掌势是挖不断的，那么白棋继续冲啊，它根本就不活啊，这个棋这块棋就是给你吃，那么冲呢它就是呢来破坏黑棋的这个眼位，那么黑棋就飞一个啊，它不肯这个粘上啊，粘上的话呢因为白棋这个退呢或者就明显呢会要变成一个这个先手，所以他飞啊，这样活呢他想活得舒服点，那么打吃。在这个模样下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白棋啊这个已经活了，因为这个挡已经是先手了啊，这个白棋是已经活了，但是呢白棋如果去做活呢没什么意思啊，他还是要坚定的要弃掉脚上尖啊，来追击呢黑棋，打吃啊，打吃粘上。其实有一种啊把这个活棋走死的味道啊，把这个活棋走死的味道，可以说王承兴在这盘棋的这个续盘开始第一个攻杀中啊，就是气势是非常的这个惊人啊，气势惊人，就是非要活生生的弃掉大脚，然后呢从外围来包围这个黑棋啊，要展开这个弃子，而黑棋呢虽然想尽一切办法啊，给了白棋种种这个和平的道路，就是但是白棋呢依然不领情，那么呢强烈的呢来追击黑棋，当然了这个追击呢是需要有这个以计算呢为这个后盾的，你不能无缘无故的白白的去送死，那么到了目前为止呢这个棋啊这白棋接下来呢走了一步非常漂亮的棋啊，也显示出王承兴啊这个强大的这个计算能力，那么下面这部妙手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棋啊看上去爬了一串要活了啊，这个一二三四了，但是呢这白棋接下来跳妙手啊，这个是妙手，看似好像有点这个毫不相干啊，但是呢实际上是瞄着左右这个逢源的妙手啊，如果说普通的那我从这里你要这里要照我了，那我从这里出头那不行，这个时候白棋这个靠的强手呢就可以这个成立了啊，因为靠完以后这个棋啊这个里面杀气黑棋不利啊，你点的话呢他就走，这虽然是武器一二三四五，但是呢你这个地方收不紧，因为你收气呢只能这么收，这样呢势必呢就会形成一个白棋有力的这个结阵啊，这个这样，但你现在直接收的话是气不够，还得先藏气，而你藏气的话呢外面由于有了这个子，白棋呢可以说正好可以夹住黑棋啊，这个子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起到了这个绝妙的防守的作用啊，这样呢这个不行啊，这个黑棋，因为这个大家说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呢白棋这里还是个先手啊，这个弯是先手啊，这样呢就可以封住了，那么封住你只能去吃的话，这里呢变成一个这个景气劫，而且是白棋先提劫，黑棋呢不行啊，白棋的先手劫。
那么呢，这里说就瞄着呢这一跳啊，说白了底下呢就瞄着这一靠的手段。那么一靠的话呢，黑棋暂时也不能补这边，补这边的话呢，白棋这个一照，黑棋肯定是出不去了啊，出不去了。这样的话呢，出不去的话又得来收棋啊，还是形成这个局部，还是形成这个样子。那么黑棋就剩在里面呢，这个收气了。而且同时啊，由于这个提的话，提完以后呢，这个还是先手，这个地方马上呢就要挖断，这个黑棋呢也是不行。所以当白棋啊走出跳这步棋妙手的时候呢，黑棋就变得非常的这个困难。那么情急之下呢，只能跟着白棋走在这，这个是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是呢，它也有它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靠完这个以后，我们看一下，你跳我冲的时候，这可以打了粘上，就补了这个靠，而对于这边来说呢，也补了你这个，直接把我封进去，但是本身呢，这步棋的位置啊，实在是不好。白棋呢依然可以，照这样的黑棋还是非常的这个难受啊，非常难受。那么黑棋只能尖，白棋再一长啊，这个就白棋始终啊有活棋，但是他不活啊，就是要逼着你去吃，通过棋子呢把外面封住啊，以后对这块棋呢发动猛烈攻击。那么黑棋冲，白棋搬，黑棋呢一出头呢，现在等于只能弯着出头啊，弯着出头。因为注意啊，这个地方你不能搬的，这个地方随时它这个贴是先手，这个还是要靠住。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没有棋的，那么呢只能弯着出头，这个已经呢就是很痛苦了啊，很痛苦了。但是呢，你弯着出头，虽然啊。这里暂时呢，是出去了，但是白棋外面呢走的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舒服长，这个也是就是说让黑棋啊非常的这个痛苦啊，因为这个地方，你正常呢是要补住啊，但是由于这一带啊，我们刚才说过有先手，白棋呢。还是可以依然呢可以强行飞卒黑棋啊，看似这个包围圈看似柔软，但是呢实际上呢是出不去啊，出不去。那么黑棋呢现在虎也是个补断啊，因为不补的话白棋弯是先手补断，那么呢这时候贴这个黑棋被白棋啊搞得是非常的痛苦。不过不管如何呢，这个时候黑棋呢也还是只能粘闪算了啊，只能粘闪算了这个地方呢，然后呢白棋再靠这个，现在可以靠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黑棋再回头啊来这个收气打这个劫，形势肯定是不好啊，但是呢也只能这样。朴智恩大概被这个王承兴这个棋子啊弄得非常的难受，那么呢现在呢挤了一个，这个有点丧失这个理智了啊，有点丧失。白棋势必要冲，他这个挤呢是想补这边的靠啊，你再打吃白棋提，黑棋找劫呢肯定是比较困难的啊，那么黑棋呢只能是来被迫啊，这个很痛苦，这个是一块肥肉啊，这个放在你的嘴前啊，你也知道它是诱饵，但是到了最后呢也不得不去吃它，这个也确实是非常的痛苦。那么呢白棋在粘上，这样的白棋在外面已经获得了很大的便宜，黑棋一粘，这个也不肯被人家吃啊，这吃了就是一个眼没有，且得收，这样呢还能先顺手呢做个眼，如果你硬的话。
看白旗这样呢，它就暂时呢不着急断，它先把里面的气藏出来。这个也可以说是白旗啊，在这里下的是次序井然啊。那么黑棋只能搬，这个是命令白棋，然后再拐打啊。这时候呢，你跑出去呢，这个时候可能是不太行啊。这个搬不搬耽误数，这样呢，白棋即使做活啊，就是说，效率高一点，跳一个或者提一个啊，先把这里走掉了，然后呢再做活，把你这里的眼呢给破掉啊。那么活了以后呢，这个黑棋还是非常的痛苦啊。这样，你这里得跑啊。这个白棋呢，在后时的一补啊，这块棋依然没有活，这里还一飞，随时也，这块棋还没有活干净啊，这块棋也没有活干净，这个黑棋呢，也不太行。所以呢，黑棋这时候也只有硬着头皮来杀了啊，叫这个，哎，那么杀当然是白棋所希望的啊，所希望的。那么杀之前呢，他先跳了一下啊，这个他不会给你的，然后再杀这个啊，再杀这个。那么这时候白棋呢也看得很清楚，他先提，哎，黑棋打吃，这必然的，白棋先冲一下啊，这个别忘了，这个冲一下主要是这个破坏这个黑棋的这个眼位，黑棋也只有呢这个景气，然后白棋再一断，这样呢白棋还是圆满的啊完成了当初的既定目标，就是说逼迫黑棋杀角，白棋把外面呢全部包住，走的呢是非常的这个厚实啊，而这个里面呢还是作为黑棋来说的呢还是相当的这个痛苦啊，相当的这个痛苦，因为这个里面很明显还有一个什么呢，一个结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个结针的问题。那么这个结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黑棋肯定要提啊，不管怎么样要提，哎，白棋顺手一扑，这个扑呢同时也是我们所说的常用的这个景气的这个好手。那么白棋提过来啊，白棋把这个铺完以后提过来，黑棋呢这个时候在里面呢暂时呢没有好的劫材，你要直接走呢，这个白棋一个可以脱先，第二个呢就算景气也是劫，所以呢黑棋先断一个在外面找个劫，不过这个呢白棋就舒舒服服的跟着硬啊，这个本身这两个交换呢，哎，黑棋呢又亏了。那么当你提过来的时候，白棋在挤，哎，这个是本身解啊，也是收气，不能张啊，一张你打呢就死了，所以还得团住，团住以后白棋呢再提，是吧，白棋这个时候没有提啊，这个提可能有点随手，提的话呢被黑棋一扳，哎，这边又弄出一个结来，所以白棋，哎，很细腻的先立啊，先立，这样啊，这黑棋也没法粘，也不能粘啊，你还是得呢扑进来，那么白棋再提，黑棋断是吧？这个顺手劫材，白棋就吃。那么你现在呢虽然能提掉我啊，是掉是吧，那么我呢提掉这个依然是一个先手，你我提掉的时候呢你这个要点入啊，点入白棋呢再提，这个时候呢黑棋呢这个暂时呢找不到这个合适的劫材啊，所以呢黑棋景气进气，虽然暂时打这个劫不利啊，比如说你现在去打的话，那么被对方一提，这个时候呢并没有这个好的这个
劫财了啊，白棋并没有好的劫财。不过呢，这个劫呢，哎，走到这个的时候呢，白棋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可以暂时脱先。黑棋啊，这个非常的头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暂时脱先以后，黑棋在这个局部一手解消不掉，就你补不掉，你补这个是一手棋，是吧？你还得花一手棋才能把我吃干净，就是一手棋补不掉。而作为以后来说呢，这个局部啊，就局部而言呢，是缓一气劫，是吧？就你走完这个，我现在不走，你补不掉，以后呢，我随时一提，当我劫财有利的时候，我随时一提，那么呢，你不走，那么我就一打吃，就成了这个紧气劫啊，就是局部是个缓气劫，局部是个缓气劫，但是唯一可惜的就是黑棋呢解消不掉啊，解消不掉。那么这时候呢，白棋就不着急了，已经在外面啊都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的情况下呢，然后白棋在很悠闲的提一个啊，开始对这块棋呢发动进攻啊，发动进攻。大家可以想象啊，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呢，对这块棋发动进攻，黑棋要逃跑以后，白棋势必啊就会产生呢很多的这个劫财啊，很多的劫财。这个呢，黑棋可以说这个行棋啊非常的辛苦啊，就也还不能逃跑的同时还不能给对方太多的劫财，但是这个难度呢就非常的大。而作为里面啊，虽然说这个白棋是死了，但是呢这个黑棋所得啊并不多啊，并不多。那么黑棋就算吃了能够得到多少呢？我们来清点一下啊，就即使你把它这个都提掉，因为由于里面是送过三个子，是吧？那么要减掉三目，就是说这里是铺过的一二三，这三目就不能算了，只能算里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颗子，二十二目棋，二三二四二五二十六，算上这一目，总共呢也才得二十七目棋啊，就是说全部抓起来才得二十七目。但可惜的是，本身就是一个缓气劫，而且是黑棋补，还补不干净。而作为外面来说呢，白棋已经是非常厚，这一串子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危险的啊。只有二十七目棋加上一个角啊，两个角和这个价值差不多。那么白棋这个包围圈啊，只要能够比得上二十七目棋的价值呢，就已经可以就是说呢，白棋呢就是便宜了。但实际上呢，这关这底下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九十十一，算上这些长子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不算外室就已经有十五目棋的这个实地了，何况这一块棋还是非常的危险。可以说呢，棋局到此啊，就是说白棋已经是完全是进入就是大优啊，大优特优的状态。这个就是说，而这个成功呢，主要是源自于呢白棋对啊。这块棋的处理，通过这个弃子啊，以甚至于来说是强行弃子，对黑棋外边两块呢发动猛攻，最后逼迫黑棋呢不得不去打劫持。他这个白棋可以说是下得非常的这个漂亮啊。通过这局棋呢，最后呢是白棋这个中盘啊这个大胜啊，而且就是说也是通过我们所说的攻击这个产生了劫财以后，最后反过来还是把这个黑棋给打爆了啊，黑棋给打爆了，可以说白棋是赢得是非常的漂亮。那么这局棋的获胜呢，也帮助中国队啊获得了这个第四届黄龙寺双灯杯这个三国团体擂台赛的这个冠军，也是分量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啊。而白棋在这个续盘表现的这个气质的这个胆魄呢，也是值得这个称道的啊。好的，今天的棋局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